先来，我们跟进阿富汗西部地震最新消息。截至目前，这场规模 6.3 级的地震，根据当地的医院，已经夺走至少180条人命，上千人受伤。昨天呢，这场地震震央位于第三大城市赫拉特西北大约40公里处，随后还发生了八次余震，震级介于 4.3 到 6.3 级。综合媒体的报道，在千多名伤者当中，包括了妇女、老人和小孩，伤者都已经送往当地的医院。另外，赫拉特省两个地区一共有12座村庄损毁，另外也有不少的房屋损毁，甚至是全毁，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官方宣布。救援团队还在现场施救，同时为灾民提供人道援助。